戴好口罩，准备下楼，准备下楼做核酸，按电梯，电梯来了。现在深圳还是防疫时期，所以小区门口都会有这些栏杆，还有放快递的地方，还有防疫人员。最近深圳每天都下雨，每天都是阴阴沉沉的天气。到了做核酸的地方啦，先打个卡。今天排队的人没有很多，所以可以很快的做完核酸。做完核酸啦，被捅了喉咙，现在喉咙不太舒服。好吗？我吗？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啊。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新增病例，所以不需要每天都做核酸，只需要每隔一天做一次就可以了。做完核酸，我陪妈妈一起在公园里散步。妈妈在这儿。我们在公园里找到了一棵野生的桑葚树，这是桑葚，大家看看，吃过桑葚吗？这些桑葚还没熟，所以还不能吃，有一些红红的。我摘了一颗，尝了一下，酸酸甜甜的，味道还不错。你们喜欢吃桑葚吗？好，散完步了，我得回家搬砖了。对，我们说的搬砖就是工作，我得回家搬砖了。那我们下次见。